哈哈，包子，安徽馅料的大包子，早餐伙计送来给我品尝的，尝一个。你说什么？安徽馅料的？啊，雪菜的，尝一口，尝。您都夸我的包子，那我今天拿这个包子去送礼，算是送对了。送你包子那个女人叫什么？这吃什么醋啊？杨素云。什么？你听我说，是那个澡堂子捏脚的师傅，他呢混进男澡堂就是为了养家，而我呢就愿意让他给我捏脚。为什么？女人的手柔软，捏起来特别舒服。女人你就感兴趣是吧？你有病吧你！啊，你连捏脚的师傅的醋泥都吃，你是不是发神经病了？你干什么啊？你看我给你买香水，我赚钱给你花，我还伺候你，我怎么了？我对你好不好啊？你干什么发神经病啊？就你对我好，那我对你不好吗？我对你不好吗？没良心的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有没有良心？没良心，没良心，没良心，没良心！啊！娘。走开！素云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了吧？别碰我！不不不，碰我！你俩先别说，你俩先别说，你俩什么关系啊？啊！你们俩疯女人！那谁是疯女人呢？你没事吧你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对我好，你也不能欺负我娘，你懂吗？哎，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他对你好，他怎么对你好了？哎呀，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啊？我们俩没关系啊。没关系啊！好你个杨素云，你给我走着瞧！娘，娘，你生什么气呀、啊、你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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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松手！谁让你欺负我娘？我现在脑子有点乱，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什么什么关系？关你什么事、啊？你是他女儿啊？差不多，我是他儿媳妇，可以吗？告诉你，你以后别欺负我娘，你再欺负我娘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太坏了！都。娘，都疯了吧你们！哎呀，娘，您怎么又不高兴了？哎呀，舒涵，你媳妇儿到底在外面跟什么人交往，去过哪里，都干过些什么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管过吗？素云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她今天竟然不知廉耻的，在别的男人家里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。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啊？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她不要脸，我们老唐家跟她一样，把脸都丢光了。起初，听到她在澡堂里给那些男人捏脚搓脚，我就恶心得快要气死了。没想到。没想到他今天做得更过分，更丢人。您在说我呀？对不起，我是瞒着您去给人捏脚了。可是娘，我没有做什么不干不净的事，我清清白白的，真的。你还狡辩？你捏脚还不够？你今天送上门去。存心是要给舒涵戴绿帽子，哼！他娘，您别冤枉我，我给谁戴绿帽子呀？素云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跟娘说清楚就是了。我今天是去萝卜糕家找萝卜糕了，但我去找萝卜糕是因为我找他有事情。哎，娘当时也在萝卜糕的家呀。哎，我是去谈生意的。跟你能相提并论吗？你是去干什么的？你是去送包子？嗯，你是去贴小白脸吧你？这萝卜糕是谁啊？你们两个怎么都去他家了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呢跟几个朋友委托这个姓高的呢去投资，谁想到最近获利不佳，我当然要去找这个人问个究竟。那言谈之间难免会有些争执嘛，你这个媳妇儿
居然莫名其妙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闯进来把人家乱打一通。哎，娘，我没有闭嘴。后来我才发现他原来是把自己亲手包的包子给人家送过去。你说说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安的什么心呢？你自己跟舒涵讲清楚。哎呀，舒涵，我去萝卜糕家是因为萝卜糕帮我赚钱呢，我想感谢他，所以我就包了包子给他送到家里去了，真的没什么。真的？你说什么？赚钱？他还帮你赚钱？是是是。娘，你说你清白，好啊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你对我好啊？我亲耳听到萝卜糕说什么我对你怎么好，你对我怎么好？哼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舒涵说呀。我是啊，萝卜糕是对我挺好的，所以我也对他好，所以我才去给他送包子呀。舒涵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们唐家能容得下这样没有廉耻的女人吗？啊，我舒涵，我跟萝卜糕真的没什么。娘，你们要是不信，您跟我去对质去吧。哎呀，对质有什么用？他能当着我跟舒涵的面把他跟你的关系说清楚吗？切，我跟他舒涵，你的媳妇儿走到今天这种伤风败俗的地步，他配做你媳妇儿吗？配做我们唐家的媳妇儿吗？跟他离婚。娘，你说什么呀？舒涵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跟那个萝卜糕，我们俩真的是清白的，我只想谢谢他，真的没什么。舒涵，你相信我。娘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我觉得您没有必要这么冲动。冲动？我怎么就变成冲动了？舒涵，娘在为你打抱不平，为我们老唐家维护唐家的清誉，你怎么会觉得我冲动呢？我是看明白了，你是有了媳妇儿就不要娘了，看来这个唐家是没有我的位置了，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待下去的，我走。娘，就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？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你总得让我查清楚吧。清楚？我亲耳听到的，亲眼看到的，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你要愿意戴这个绿帽子，我们老唐家可不愿意戴。哼，娘。你找谁啊？请问这里是唐府吗？是啊，有事儿吗？我是吉时洋行的魏会计，我是来找唐舒涵的。你找我男人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公司请他回去上班。回去上班啊？我男人现在在家里呢，你进去找他吧。哎，快请进。我不送你进去了。好好好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舒涵又有工作了，太好了。你要说我是扫帚星，难道是真的？哎，请喝水。谢谢。哎呀，魏会计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？居然到我们唐家来。吉时洋行不忙吗？哦，对了，把我们家舒涵给辞退了，洋行的生意一定是一日千里，蒸蒸日上吧。夫人，不怪您生气，公司已经调查了，
这完全是场误会。所以啊，总经理亲自派我登门致歉，并备上点薄礼，以表我们的诚意。总经理还特意关照我，愿意多付两倍的薪水，请堂兄回去上班。我们是有诚意的。是这样啊，那请你回去转告你们总经理，以后啊得睁大眼睛看清楚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人才。是是是，我们要不是念着总经理跟舒涵的大哥那份交情的面上，哪怕你们再有诚意，我都不愿意舒涵回去上这个班的。是，夫人教训得对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春秀，是，带我送送魏会计。哎，好的，魏会计，您请。哎，这个唐书涵也太窝囊了，就让他娘把你赶出来了，他还是个男人吗？那也不能怪书涵呀，还不是因为我自己去澡堂干活了，被我婆婆知道了，那我婆婆肯定不高兴呀。这澡堂的活再不好，那也是为了他们唐家呀，以后不去不就行了吗？还要把你赶出家门，至于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等我婆婆过两天气消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他们娘儿俩串通好了唱双簧啊？不行，我找他们家去。哎，顺子，你干嘛？这本来就是小事，你非要闹成大事，真没事儿。可我不能看着他们家人欺负你啊。没欺负我呀，我相信舒涵，我相信啊，过两天他就能把我风风光光的接回家。那件事情造成了公司的损失，为什么总经理还会请我回来呢？做生意就有呆账支出，那笔账已经归到公司的呆账里去了。年轻人嘛，哪能不犯错误呢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你能好好把握。谢谢总经理，我好好干。我还以为你被你儿媳妇气走之后不会再见面了。我不仅仅是被她气走的，我是被你气走的。我跟杨素云真的没什么。你说没什么就没什么，那你背着我，我哪知道你干什么？问题是你不相信我的为人，也得相信我的品味啊。我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你这样的美丽高雅大方雍容华贵。杨素云根本入不了我的眼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净挑好听的说。先不说这个，上次你儿媳妇没看见咱俩什么吧？我做什么了？切，我还怕她？看来你今天的心情真的很差。这个儿媳妇在外面净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我心情能好吗？你儿媳妇就是出去赚钱养家，杨素云真的没什么。你说什么？高立博，你还说你跟他没什么？你处处替他说话，为他护短。满清，我都跟你解释了，你如果再这样的话就有点侮辱人了。我侮辱你？哼，高立博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为人。行行行，我什么样的为人你清楚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我不像你，是不是？你一边和我那暗度陈仓，一边又立了个大牌坊，当一个好母亲。上次被你大儿子撞见之后，你看你害怕成那样，这次被你儿媳妇给撞见了，现在是不是心里也害怕了？哎呀，说什么呢你？我维护自己的名誉有什么不对？对，你做的都对，都是我不对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俩也出不下去了，请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赶我走？高立博，你有本事就不要再来找我。
要不是为了你的金刚钻，谁伺候你？好久没有看到小剑了。啊，舒涵。邱相宜。啊，快，快进来。来。爸爸。宝宝乖啊。宝宝好乖哦。来，宝贝儿，来跟奶奶出去玩了啊！来，我们出去玩喽！来，乖啊！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今天怎么会突然想到过来看我们？是这样的，我娘把素云赶出去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娘一直看素云不顺眼，所以借题发挥。哎，素云也是挺可怜的，不过我不明白，这和你过来看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素云确实可怜，所以佳音，我想跟你商量，看你能不能帮个忙。我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呀？能不能让宝弟跟着素云回家？这样的话，我娘就不会这样对待素云了。唐书涵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呢吧？养不活孩子的时候，你把他给我了，我带他去看病，我还当自己孩子把他给养大了。现在为了修复你们家的婆媳关系，张嘴就把我的儿子要走，你开玩笑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接受不了。你知道吗？素云已经看到你们两次了，这件事根本就瞒不了。而且，我真的想孩子。这是你的事，舒涵。把宝弟给我的那一天，你就应该想清楚这件事情你要承担后果的。现在跟我说有什么用？我不管，孩子是我的，你走吧。哎，咱们能不能想一个折中的办法？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滚！哎，走，咱们再商量一下。走啊！滚！佳音，哎，佳音，别再废话了。哎，佳音，佳音，佳音，开开门，佳音。等我一下啊，陆伯刚先生，陆伯刚，哎呀，这车是你的？怎么了，杨素云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呀，我等你好几天了，我还去升平原找你，结果都没找着，嘿，现在终于碰到你了。啊，我最近有点事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看我买股票赚钱了，想找我来吃红？你股票赚钱了？当然，不止赚钱了，而且赚多了。哦，难怪有那么大的车。你就这事儿？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那天不是在你家里吗？我知道我婆婆确实是来谈生意的，是我太粗鲁，对不起。没事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没有。走吧，那边吃边聊。哎，嗯，你就这么喜欢打女人肩膀呀？啊，不是，见到漂亮女人我就有这习惯。我是漂亮女人，坐车啊！请。啊，哎，你好。请慢用。嗯，谢谢啊。哎，慢。什么呀？好苦啊，苦到心里去了。这么多人都喜欢来喝这种东西，什么呀？这么多人花钱来喝的这个叫咖啡，你觉得苦，但是呢，他喝起来之后会感觉到先苦后甜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说至于吗？就你给我做了几个包子，你那个婆婆就把你赶了出来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他了，我拼命跟他解释，他不想听我的话，而且他还怀疑我跟你……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所以说呀，以后咱们干脆就不要见面了。别呀，你看，我这好不容易凑的钱，你看，那……哎，素
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投资一定能赚钱？嗯，不是的，投资是有风险的，不是稳赚不赔的，像你这样赔不起的啊。这些钱呢，你还是留着回家问问过日子吧。你是嫌我钱少，我知道，可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凑那么多，你就帮我投一下吧。我不是嫌你的钱少，我行行行行，这样啊，素云，来，投资了啊，来投资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好啊，听说最近，谢谢啊。就这么快，赚钱了啊？这是你的本金，这是赚的钱。这个钱我肯定不会收。我这个人不收白来的钱，你就帮我投我自己的这部分钱就好了，我求求你行吗？这钱不白得，我是有条件的。什么？那个女明星我很喜欢的，长得你能不能别再去澡堂子干活了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女人。我没事儿啊。我们有事儿啊。你们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最主要就是担心你这婆婆的纠缠不清啊。哎呀，罗伯高先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我今天找你啊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能不能跟我的婆婆解释一下，说我们不是那种不清不楚的关系，我们俩很清白，你解释一下行不行？这样，素云啊，你看投资赚钱了，这钱呢算是一种补偿，但是不，你听我说完，关于你婆婆的事情呢，我跟他解释不清楚。你看，你都赚钱了，所以说这两杯咖啡呢，虽然你不习惯，你请啊。哎，什么呀，什么呀？哎，别跑啊！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哎，素云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叫什么萝卜什么高的先生，他不帮你投资了？哎呀，可不是，他说那个什么风太大啊，要赔钱。哎，哦，对了。你们的这个本金也不用了，还给你们啊！别急啊！咦，这个啊，给你啊，我的这个，你的啊？素云呢？这你这投资不是没办成，怎么还有利息啊？哎呀，这个萝卜糕先生给我的小费，我嘛当然是有福同享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是无奇不有。小意思，小意思。连捏脚都能遇到财神爷。哎，还真别说，那个萝卜糕啊，长得跟戏台上的西门庆一样，油头粉面的啊，但人确实是个好人。哎，你说。他跟你也不就那个捏捏脚的交情吗？啊，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？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文章。你怎么跟我婆婆一样编排我？我跟他是清白的。啊，你婆婆也知道你跟那个萝卜糕有交情啊？什么交情不交情？哎呀，你别胡说，这话要传到我婆婆耳朵里，我就只能住你这儿了。你养我吗？啊啊！不，我不说了，就知道你不会养我。江英小姐，我从香港回来，买了一件小礼物送给你，请笑纳。无缘无故的，我不能收你的东西。你至少应该先打开看一下，因为男人是有自尊的。很漂亮，但是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只是一个朋友送你的一件礼物，希望你不要拒绝。交朋友不一定要送礼物啊。这么说，你已经把我当朋友了。现在人交朋友很正常，高先生，你别想多了。我知道江英小姐的心中一直有令先夫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只想在你心烦的时候陪在你身边，听你说说话，仅此而已。谢谢。
来宝来，我们去医院啊。哎呀，婷婷，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少往外跑，不然呢，奶奶会不开心的啊。听说你被奶奶赶出来，不让你回去，婷婷好想你啊，就来看你了。妈跟你说了，妈过两天就回去啦。妈在这儿挺好的，春花姨呀，每天都陪着妈，没事儿啊。可是，这再好也不是咱们的家。看你这话说的，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呀，你还说这家不好，真是的。哟，让我看看。你脸最近有没有擦药啊？是不是忘了？我看看手。哟，你这手怎么烂成这样啊？正好妈今天有时间，咱们去医院看看吧。啊。嗯。我们回家家了啊！回家。秋香奶奶，秋香奶奶。素云。谁的孩子啊？好可爱啊！朋友的，对不起，我有事，我有事。秋香奶奶，秋香姨，秋香奶奶，秋香奶奶，干嘛这么着急忙慌的呀？经过检查，你看这孩子脸上、手上都出现了蝴蝶斑，再加上他膝关节还疼痛。医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了。这孩子患的是红斑性狼疮，中医呢管它叫痹症，是不容易断根的，必须要长期服药。医生叔叔，可是我每天都乖乖的吃药了呀，为什么病反而严重了呢？是啊，他每天都服药，而且我还每天给他炖汤，给他补身体，结果这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？哎，这孩子这几天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啊？这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啊，这种病啊，心情很要紧的，如果心情不好就会降低药效。我懂了，我先给你开点药膏回去抹一抹啊，如果不见好的话你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啊医生，谢谢。妈妈没事了啊，医生给你开着药呢，乖。嗯。哎呀，咱们这些太太们整天不是打牌吃饭就是出去逛街，好像真的挺没意思的。听你这么说，难道有什么新点子吗？可以赚钱呢。要说到赚钱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恐怕在座各位都要甘拜下风了。谁呀？想认识啊？那当然了，那就跟我附庸风雅的看画展去吧。画展？林大神，这位是友谊圈的女公子谢佳音啊。谢小姐你好。佳音，这位林大师，我要给你介绍一下，在法国画界是享有盛誉的。幸会林大师。享有盛誉不敢当，在法国习过几幅画倒是真的。正好我有一位相识的画家朋友，他对西洋画一直非常的专注，不知道能不能请林大师帮他指点一下。这个没有问题，不过小高的话就不能听了。我不是魔术师，可没办法点石成金呢。您太谦虚了。这样，林大师，你跟佳音先聊聊，我那边有个熟人，我去打个招呼。好好，你先忙，你先忙。来，白太太。小高。哎呦。哎呦，怎么保养的啊？还是这么漂亮。哎呀，怎么那么会说话呀？哎，对了，给你介绍几位朋友。这位是林董事长夫人。你好。这位是牛团长夫人。牛太太。这位是唐夫人。唐太太。哦，我和唐太太以前就认识。哦，我给她做过采访。哎呦，满清，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小高呢？高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哦，对了，几位太太光临这个艺术展呢，记住多买几幅画。跟你们说，内部消息，升职的。哇，小高，太好了！你让我们买什么，我们就买什么，只要能赚钱就行。是啊，瞧你俩财迷的。哎，唐夫人，你怎么不找小高帮你投资啊？哎，对啊，曼青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和唐夫人虽然认识，但是不是特别熟，可能唐夫人对我不是特别的信任吧。啊，好了，你们多逛一逛，多买几幅画，
哎，好的，来，有时间呢请各位太太来咱们院里喝茶，我请客啊。就这么定了，说话要算数。你们能来是我最大的荣幸。等你啊。真是这个小高啊，就是你这个孩子，难怪呢，小高帮你挣这么多钱，你能不开心吗？接着聊。既然都来了，咱们看看画展吧。看什么画展呢？认识小高就行了，对吧？咱们赶紧赚钱吧。你们俩真俗气。快走，快走吧，走。满清啊，还舍不得走啊？啊，没有，我想再看看画。我儿子喜欢画画吗？看看有没有他的作品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年轻人在上海画画想要出名的话，你可以去找找小高，说不定有帮助的。我找谁也不找他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你跟小高不是认识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就算是跟他有仇，你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啊，对不对？娘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才回来？你看画展怎么看了这么久，真是急死我了。怎么了？宝弟呢？我刚刚把宝弟哄睡着，家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刚走不久，宝弟就发高烧，我带他去医院看病。你说巧不巧，我就在医院里碰到了素云和婷婷，真是把我吓死了。碰到就碰到了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还没什么，我看你还真沉得住气。大家本来就同在一个城市里面，碰到也是早晚的事。你说的容易，我到现在这颗心还七上八下的。佳音啊，你赶紧拿个主意吧，早晚素云会找上门来的。干娘，我心里踏实得很，宝弟是舒涵亲手交给我的，现在我是孩子的妈，我这个妈当的应当应分的。恐怕没那么容易，舒涵好应付，可素云却没那么好摆布。宝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她就是拼了命也会找上门来要的。喂，是及时洋行吗？你好，我找唐舒涵。舒涵，素云接下来肯定会有所行动的，我该怎么做？你说啊。佳音，如果你真的让我说呢，我求你了，可怜可怜素云，把孩子给他吧。唐舒涵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自私，你心里永远就只有素云，你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体会过我的感受呢？我很理解你的感受，你是个单身女人，还有我知道素云的心里苦更深，我求你能体谅她。我体谅她？那请问谁来体谅我？她苦难道我不苦吗？是，宝弟是他十月怀胎生下来的，可是是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他养大的。当初你养不了他，就把他给了我，现在你反悔了，就要把他给要回去，我没有感情吗？我跟宝弟没有感情，我心不会痛吗？我真蠢，我早该猜到你的答案，我根本就不该来找你。在哪儿啊？啊，怎么走啊？啊，就在那儿，前面那个公园。一直走啊？哎，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还不客气，我自己去就好了，谢谢您，耽误您时间了啊，谢谢。再见啊。没什么可商量的，宝弟是我的儿子，谢佳音。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？啊？你是在骗我？我不
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怕你心里难受。舒涵，你以为素莹是傻子吗？你想瞒她到什么时候？瞒我什么？什么是瞒着我？素莹，我告诉你吧，我跟舒涵是朋友关系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当年你那个多病的儿子从来都没有走丢过，是舒涵担心你们养不活那孩子，所以就偷偷的把他给了我。他在胡说，他在说疯话，对不对？你说呀。是真的。你的意思是说你瞒着我偷偷把我们的孩子送给了他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素云，你不要怪舒涵，他当年是没有办法。你的儿子当年得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，在国内是很难医治的，舒涵是为了保住他的性命才来找我帮忙的。心脏，小贱当年得的是心脏病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得的是心脏病？我是他的亲娘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为什么？想想吧，我当时别无选择。那我今天在医院里看到秋香和别的那个孩子，还有那天他抱的那个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，是我们的小贱，对不对？很好，你发过誓，你说你永远都不会骗我，到最后你还是骗了我。对不起。你让我怎么原谅你？谢佳音，现在你可以把我的儿子还给我了吧？很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的孩子他姓陈，他在法律上跟你们唐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陈宝弟是我谢佳音的儿子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什么陈宝弟？我的儿子叫小贱，小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把他抢回来。你跟我说这些是没有用的，你去法庭上跟法官说吧。你吓唬我，我就不信青天大老爷能把我的亲生儿子判给你。冷静，素云，走开。你不信什么？你可以试试。再见。麻烦你开开门吧，你让素云看看孩子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我家，再喊的话我叫巡捕了。你还叫巡捕？你以为我怕他们呢？我巴不得巡捕来让他们给我评评理。别激动，我的孩子你卖给我干什么呀？谢佳音，你开门，你不开门佳音你就开开门吧。佳音，我求求你了。开门我就撞门了。谢佳音，你不开门我就撞开。终于来了，秋香姨。素云，佳音，谢佳音，你想躲我躲到什么时候？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，你弄够了没有啊？既然你今天来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可以看孩子一眼，但是只能看一眼，我是绝对不会把宝弟给你的。
凭什么我不能带我自己的孩子走？我是孩子的亲妈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这个孩子是我救活的，是我一手带大，是我谢佳音，不是你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不要是吧？那对不起了。什么叫对不起啊？你别走，素云，素云，谢佳音，你出来！你不要这样大声的叫，素云，别拦着我，吵醒的，别拦着我，小姐，你给孩子想想行不行啊？素云，孩子睡了，别闹了。真的没想到，秋香姨，你凭良心说，你给我评评理。你明明知道小健在这儿，你还跟他们一起瞒着我。亏我平时对你还那么敬重。素云，我知道你怨我，也怨舒涵。可是舒涵那个时候是为了救这个孩子的命。再说佳音。为了这孩子也操了不少心，孩子开刀那几天，他不吃不喝不睡的守着孩子，就是孩子的亲娘也不过如此啊。可是小健是我的心头肉，